往事怎样？只能回味，只能回味，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。那有朋友点的歌曲我还没演奏，叫爱江山更爱美人，还有一首叫做三年，是蔡琴老师的歌曲，等一下呢为你们来演奏。哎，谢谢大家呢投进我萨斯风箱子的鼓励，那如果呢比赛有得名，我再会用这些鼓励呢集在一起，我来想办法呢办一场音乐会。因为我办一场音乐会呢要付很多，像发电机就10000块去了，然后我上次办一场音乐会亏了25000啊，大家再掌声一下。没关系，亏钱没关系，大家快乐重要，我至少呢演奏起来超级的爽，超级的舒服，那时候办在和乐广场，也希望呢之后要办在这里，那都是大家的鼓励，加上呢我11月19号记得呢有比赛，大家如果有尽量可以的话呢，尤其我的铁粉要到哦，那投票有算分数的，评审老师有算一环，然后呢观众又算，好像10几趴10趴还20趴，所以呢要来帮我加油一下好吗？好。另外第二件事呢，明天因为老师有演奏，所以呢我会代班演出，就在那只大鱼那边，所以明天呢也会看到我，所以也会明天我就要演奏让你们睡觉的歌了哦。好啦，开玩笑开玩笑齁，我怕我讲了等一下大家不来了在家睡了啊，因为呢我自己喜欢慢的，有些朋友喜欢快的啦齁。来，我们继续来演奏呢该什么歌曲啊？往事只能回味，对对对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
哦，有一个阿嬷说要点铁达尼号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啊？哦，这个高水准的呢，要不要听铁达尼号啊？确定吗？但哪个高阿公捆你啊？那高阿公爱按照紧的，爱捆你啊？无法度按啊！哎，今天这边还要困起来哈。那我来还有什么歌啊？大海也还没演奏，还是先来大海啊？哦，这首不错，我看我来用唱的好了。现在呢，吹这个有没有？要某一朵。哦，今天好多朋友点歌啊。我们先来一首大海好了，好吗？然后呢，再一首某一朵，然后再一首。爱江山更爱美人，我也还没吹了哈，还有三年哦。好，我们先来这首呢，大海，好吗？从那遥远海边，好，准备了哦。啊，你看可不可以帮我准备一下歌词？好，我们就呢一半演唱，一半呢来吹奏好了哈。因为这个歌后面很高，有没有知道谁唱的吗？张雨生哈，所以呢那个歌太高了。然后我知道呢还有什么杨培安，哦，杨培安也有唱过这首歌，那但是呢他的 key 很高，不确定能唱不上得上去哈，所以呢我试试看好不好？还是我们先来爱江山更爱美人，我先把嗓子热一下哈，我们就掌声鼓励带来爱江山更爱你们，谢谢。
谢谢谢谢哈，一首这个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。